具体时间我想想啊，2月4号晚上我接到电话，也还蛮突然的。第二天早上一早9点钟集合，然后宣誓了一下，布置了一下任务，说你们就像敢死队一样嘛。身边人都说，你怎么就敢去了？我说，我什么都学过，他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正好有这身本事，你干嘛不用呢？对吧？使命感，问心无愧嘛。 不是我，是乔乔。哦，那你还不赶快回家休息去？我马上就走，回个消息。周医生，我想问一下，宝宝满月了，黄疸偏高怎么办？黄疸偏高的话，建议去医院看一下。如果是12.9是正常的，如果一个月还没有消退，建议把母乳换成奶粉，多出去晒太阳，增强抵抗力，祝宝宝早日康复。 青椒，这个绿色好不好？可以。然后呢，再加成番茄，再加一番茄，还加什么？这个颜色。然后呢，在树的中间。妈，那个医生叫回复了，那医生说了哈，满月的呀，黄疸还不退，要去医院查下子。如果末梢表也是正常的，可以多晒晒太阳。 喂点奶粉就好了吧？那你快跟我答应刚孩子嘛！哎，巧巧啊。 那个13床的病人，他如果需要止痛药的话，你记得问一下值班医生啊。妈，爸，爸，你怎么又喝酒了？喝酒对身体不好，说了多少次了，气人呢。来吧，来吧，这。 呀，开小灶了。今天我加了回班，加班了。啊，今天累不累？还可以，你挺忙吧？啊，今天医院可忙了。我妈呢？在屋里。妈，妈，哎，来了来了。哎，妈，你看我今天买了一件衣服，好看吗？啊，好看，真土。好看，妈，您先坐。妈，要不要喝水？您倒点水吧。 瑞瑞，今年生日你想要什么礼物啊？奥特曼啊！哎呦，你这么喜欢奥特曼呀？对呀，奥特曼是保护地球的英雄，罗索奥特曼 （Victory 奥特曼）、银河奥特曼，<笑>我已经把光之国的奥特曼全都背下来了。<笑>真厉害！明天呢，我跟爸爸就要去荆州喽。这几天呀，你陪着奶奶，老老实实在家待着。嗯，表现好的话呢，我们会给你带很多很多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好。 总咳嗽不是个事儿，您再量个体温，快。好。来。您都发烧了，38.4。这明天赶紧的去医院看一眼。不用，我能有什么事呢？您看，妈又不听话。<笑>
年后去啊，你非要年前去，现在魔法啊，我还封城了。你冷静一点，谁能想到这种情况？蕊蕊魔法，蕊蕊奶奶照顾不会有事的，啊！你赶紧跟妈打电话啊，让她妈都不要去。哎，彩芬，体力够不够啊？好。妈不接电话。 喂，妈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充电呢，刚在带瑞瑞去老马家打麻将去了，没看见。武汉现在疫情严重了，都封城了，还去打麻将？屋里头又没得吃的呀，可找麦了吗？咱？有啊有啊，你放心吧，瑞瑞玩着呢。等过几天解封了，你们再回来呗。妈，你别到处乱走了，就在家待着，哪儿都别去啊。知道了知道了，有事打电话吧，我挂了啊。 杜大夫，有你快递啊！先放你那儿，谢谢啊。好的。24号晚上9点左右，在上海。妈，可是哎，女儿，你今天不是上夜班吗？啊，我这个，我肚子有点饿了，回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。肚子饿了。啊。除了随身的行李，医护人员还携带了口罩、一次性手套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妈妈？ 没事儿，我没事儿，我有什么事儿能瞒您？没事儿，我没事儿，我有什么事儿能瞒您？苏州的上海医疗队员包括普通没事儿，医疗队75人和危重症患者救治医疗队60人领队一名，他们分别来自呼吸科感染性疾病科。妈，我们医院要去支援武汉，所有医护人员都是在24小时内完成急救。为什么呀？女儿啊。 汶川地震的时候，你在ICU病房干了那么多天，你遭的罪还少吗？这次我不同意你去。我也没说我一定要去。那，这是你爸的化验报告，是肺结核，需要住院治疗。现在医院病房那么紧张，你爸的事儿还指望你呢？ 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自己的亲爹不管，你要去管陌生人。没有妈，我就是说说，我没说我一定要去，啊，我不去，我发誓，我不去。那个，妈，我要去上夜班了，啊，我去上班了，你记得吃饭啊，走了。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把这盒饭带去。妈，妈，你别担心啊，爸的事儿别哭，爸的事儿我会解决的。啊，我去上班了，谢谢妈。 亲爱的爸爸妈妈。
在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去武汉的路上了。这是我的责任，也是我的使命。爸爸的病我会托同事照顾好。女儿对不起你们，我爱你们。喂，珊珊，女儿。哎，妈。珊珊，其实我和你老爸呀，早就知道这个结果了。你既然去武汉了，你就不要惦记家里，知道吗？你放心，你是爸爸妈妈的骄傲。哎，我爸呢？你爸呀，他挺好的呀，在住院呢。我怎么听着我爸在咳嗽啊？还没住院呢。嗯，这床位有点紧张。啊，我来了来了，妈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嗯。要相信我们的国家，他们不会有事的。里面怎么样？啊，这个病人叫刘瑞瑞，6岁，然后是1月26号和他奶奶一起确诊的，然后他奶奶已经过世了，他爸爸妈妈在荆州。然后武汉封城进不来，小朋友病情比较稳定，然后他就是现在就是比较紧张，一直在哭。哎，家人联系上了吗？现在的话，社区刚刚找他妈妈的电话，然后你到了交班的时候有空给他妈打个电话，然后报个平安吧。行，没问题，交给我了。哦，对了，医院那边来消息了，你爸爸住院的事情给你办好了，所以你放心。谢谢。他们还让我给你托句话。怎么了？他们说你守护病人，他们守护你家人。走了，谢谢啊。没事。你好。你好。你是瑞瑞吗？嗯。你好呀，我是护士周珊，你可以叫我珊珊阿姨。然后接下来的几天由我来照顾你，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你就跟阿姨说，好吗？好。我爸爸妈妈是不是死了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你爸爸妈妈现在人在荆州呢。他们不要我了吗？怎么会呀，傻孩子。你这样，阿姨现在就给你妈妈打电话，你在旁边听着，好吗？好。
喂，您好，请问是刘瑞瑞的妈妈吗？是是，瑞瑞怎么样了？瑞瑞现在很好，您别担心。是这样的，我是照顾他的护士周山，接下来的几天会由我来照顾他，您别担心。我给您跪下了。别，有困难我们一起扛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是这样，瑞瑞在我旁边，您想跟他说句话吗？妈妈，瑞瑞，你现在怎么样了呀？我现在很好。生日快乐！谢谢珊珊阿姨。没事，听你妈妈说你今天过生日，怎么样？为什么喜欢奥特曼呀？因为奥特曼可以保护地球，打败怪兽。我们的地球现在正在被新冠疫情这个大怪兽对抗，那我们马上就要胜利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瑞瑞。今天就要出院了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珊珊阿姨，怎么了？我知道保护我们的不是奥特曼，那是谁呀？是你们，是白衣天使。我要在你背后画一对翅膀。可以，你画吧。战胜而回位之凯旋。昨天，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，要求组织援鄂医务人员分批撤离。哎呀，女儿要回来了！哎呀！我叫黄静，我本来就是国家紧急医疗救援队的队员，因为武汉我没去过，但是当时他们整个是封城了，以前从来没有封城这个概念，我们在这个火车上才告知说我们要去方舱，那个小孩子是很乖，还学画画，后来我们衣服上所有的大白身上的那个画都是他也画的。我以前是刚毕业的时候，有很多病人就问我你喜欢这份工作吗？我说这是一份工作而已，就是你学了这个专业正好对口这个工作，然后十几年下来都觉得
病人其实教会我们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。我是觉得，使命感是其实是外界人给的，就是你其实只要做到你自己专业上最好就可以了，问心无愧嘛。